好的，那小鬼你自己本身的感情观是怎么样的呢？也是这样浪漫的吗？浪漫啊，我是还蛮浪漫的人，对，可是我真的常常会觉得说，可能是因为我工作的的心态太多，所以说我比较不适合交女朋友。对，我很想交女朋友啊，可是每次交女朋友好像都很容易就会分手，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。对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需要用，就是可能要找到对的人，然后要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克服。相包容体谅的对象是很难，而且我们知道，就是你是很有创作才华的人，之前发行过的图文集都有蛮不错的成绩、谢谢大家。那这一次哇，你看他就是非常诚恳，从头到尾都有谢谢大家，真的是谢谢大家。因为其实最幸福的就是你喜欢的东西跟你的作品是大家喜欢的，对，被认同，这是最幸福的事。因为我们艺术没有办法用好与坏来去分辨，但是只有大家喜不喜欢，跟大家能不能去感受你要不要打歌这样。因为就是之前看我的朋友都会转寄部落格的一些哦，真的吗？哇，那个我很久很久以前，他很喜欢，然后每次他就看了之后心有戚戚焉，就会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给我看一下。”我想说：“什么东西？”然后我看了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。谢谢。因为以前比较早之前，我就老实说工作很少啦，然后再加上就是自己真的有时候很苦闷很无聊，就会开始自己画，然后就先放在部落格上面。对，那就是一个出口，可以抒发。对，后来就有人找我出图文集，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梦想成真。对，梦想成真。